原标题：西北大军阀马步芳的干女儿，竟然是一位传奇女红军。说起西路军，那是一曲英雄的悲歌。那段历史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轨迹，也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遗憾。而其中红四军妇女独立团的先锋团团长王全愿的际遇，更是那只悲情之事的缩影，尤其让人感慨。王全愿是从江西参加中央红军并一起长征过来的老同志，在中央苏区与湘赣省委书记和中央局秘书长王守道结婚，长征结束后随军参加西征。西征失败后，被俘的女红军被国民党匪首作为战利品赏赐给各级军官做妻当妾，而王全愿同样被西北大军阀马步芳看中，挑回家当了干女儿。在当时的环境下，这些可怜的女红军为了生存，为了今后能够回到红军队伍中，许多人都选择了先服从。在逃跑的权宜之际，忍辱负重的王全愿卧薪尝胆，一心寻找逃跑机会。直到1939年3月，王全愿趁马步芳外出修路，女扮男装翻窗逃走，一口气跑了90多里路，终于逃出了魔爪。然而当王全愿找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时，他却已经不能再回到革命队伍里了。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，一年归来收留，两年归来审查，三年归来不留。无奈之下，八路军办事处给了王全愿5块钱，把他送出了门外。后来他又沿着当年长征走过的路，历经千辛万苦回到了家乡江西，从此隐姓埋名。50年后，当恢复老红军战士身份的王全愿和他的第一任丈夫、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守道见面时，两人老泪纵横。王守道说：“我在延安等了你3年啊。”听到这一席话，王全愿只是放声大哭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请永远怀念这些为民族做出巨大牺牲、付出巨大代价的革命先辈们。诚邀有志之士投稿原创或推荐好文章，我们将第一时间发布您的内容。邮箱10700701@qq.com。 声明：本文来源于网络，版权归原作者所有，如有侵权请告知删除。我们对文中观点保持中立，仅供参考，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